辛丑年九月二十二号，国历十月二十七号，特别在今日提起，太多的因为这个细菌病毒以及现在人类所有的时间点都有机会静下来，好好的反省、反观内照的时候，这正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期了。我们今日来谈，有一些对地狱不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也透过经典让大众来了解一下，所谓的这个《楞严经》里面有提到的啊，我们今日针对《楞严经》说了什么呢？引起交替发与相磨，言磨不休，如是故有大蒙。这是在我们的大正藏里面第十九是143页下面说的啊，这个所谓的火光以中发动，如人以手制香磨醋，软香现前二喜相染，故有铁床同住。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行也，重明欲活，着煞见欲，如避火坑。淫欲即火坑，火坑即地狱，地狱恶鬼畜生，三苦就是三恶道，就是称为三途了。我们可以在阿含经里面阿含经详细的在看，还有我们的这个阿含部，还有启示经，还有楼叹经，还有弥离经、正法念处经，还有历世的阿比禅论，还有法院诸灵等等。我们今日历史这几本经，就是要让我们警惕地狱是真的，虽然是从内心里面所投射的，但是它也有三大处，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就是在孤独的地狱，在山间旷野树下空中，第二在近边的地狱及八大地狱及各十六副的这个地狱，第三是根本的地狱，就是在二金刚山之中间，日月不照，遥遥冥冥于此有八大地狱，八大寒冰地狱，八大热铁地狱中，每一地狱有十六个地狱的围边了。那这八大的地狱呢，即第一个是响地狱，第二我们所谓的黑神地狱，第三是追压地狱，第四叫教唤地狱，第五叫大教唤地狱，还有第六是烧制地狱，第七是大烧制地狱，第八是无间地狱。特别让所有的大众了解到呢，真正的宇宙里面都是我们人类所幻化出来的，本来无一物，也就是《金刚经》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但是为了要让所有的白净旅行者、十方法界众生更加的详细理解佛所说的是真语者、实语者、正语者每一句话都是如此的真实，有凭有据。今日我们之前好几集就提到这个所谓的为什么会当牛、当羊、当鱼、当乌龟当所谓的狐狸跟猴子，还有海乌龟、海蟑螂、蜗牛，非常维系的这个在所有的律藏里面都有非常详细的，尤其是在地狱更深层的都有一一的详解。但是这有分次第，只要你愿意来深入，只有具足戒才能够加清楚的。今日看到此影片，这是您们宿世来的福报了、福德了，也祝福你们越来越清楚了义，跳脱自在。